非常简单啊。现在特别是现在交易所交易，它只在洗交所交易，它也可以在各种交易所交易。洗交所是受巴拿马政府监管。同时，交易所的执照是澳大利亚政府给的，千万别忘了啊！交易所的牌照是金融牌照，金融牌照是受澳大利亚政府监管的。就是说，这里所提到的是叫证券，所以这里面所说的事情是，整个这个文件发批书没有被 review， 没有被批准，就是说，整个这个东西凡是用。证券的方法，证券监管的地方，我们都没有过，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过，并且也没有做过，也不准备去做，成为是不是？它就是这个玩意儿。所以说，这个最大的问题，所有的洗钱的交易所是受全球金融系统监管。